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翟南鸿飞，我现在在云南省玉溪市的，就是靠近聂耳故居的一个小街小巷里。然后这里的人特别特别的多，我看到这里也有非常多的吃的，哇操，还有卖耐克鞋子的，厉害了，逛一下。哇，好多吃的。我看到这里有什么秘制烤鸭肠，这种烤鸭肠在很多地方都有，从来没有吃过，一次都没吃过，尝一下。这个秘制烤鸭肠，10块钱。亲，我要吃鸭肠。好，我马上去买你最爱吃的秘制烤鸭肠。鸭来搭秘制烤鸭肠，口感香嫩，美味多汁，香喷喷的撒料，再配上秘制的鸭肠酱，让你看着都流口水。秘制鸭肠，我要吃鸭来搭秘制烤鸭肠。没吃过秘制烤鸭肠你就 out 了。鸭来搭秘制烤鸭肠，口感香嫩，美味多汁，麻辣鲜香，让你爽口又爽心，一串又一串撸个不停。快来吃鸭来搭秘制烤鸭肠啊，香喷喷的撒料，再配上秘制的鸭肠酱，让你看着都流口水。秘制鸭肠，我要吃鸭来搭秘制烤鸭肠。没吃过秘制烤鸭肠你就 out 了。耶、yeah, 好多。搞定，味道挺好吃的，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